难怪燕青叫浪子，你看他祸害了多少女子，只有卢俊义将他看透。江湖中人常说燕青啊是个浪子，这话听起来像是夸赞，可细品之下却又似乎暗藏玄机。而在《水浒传》当中，似乎只有卢俊义能看透他的本质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让燕青得了这么个美名？他的结局又究竟如何呢？八历史秘闻探古今真相，欢迎订阅历史小巴克。燕青呢，被叫做浪子。 他的结局在全书中那可算是最好的了。不过他为啥被叫做浪子呢？好多人可能到现在都没把燕青这人看透呢。说起燕青，熟悉《水浒传》的朋友想必都不陌生。他文武双全，多才多艺，因此也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。在当中描绘的群雄并起的那个乱世，梁山坡上聚集了一百单八将，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。可要说起最令人神往的，非燕青莫属。燕青这厮可不是一般的风流。 他那一身的纹身，不知勾走了多少女子的魂儿。别看他平日里一副正经样，可一到那萧金窟里，立马就变了个人似的。那些花枝招展的姑，哪个不是对他投怀送抱？这厮不仅武艺高强，更是风流倜傥，长得那叫一个俊俏。每每出现在风月场所，总能引得莺莺燕燕们争相献媚。燕青是北京人士，自幼父母双亡，由卢家抚养长大。 同时也是卢俊义的心腹家仆，与其说是奴仆，其实卢俊义和燕青更像是义兄义父一般的关系。燕青外表俊朗，心思敏捷，身手灵活，武艺高强，甚至就连吹拉弹唱也样样精通。因此，在书中，燕青是少有的俊俏男子，称绝世美男也不为过。书中对他描述是：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纪，三牙眼口细然，十分腰细膀阔，戴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。 穿一领银丝纱团领白衫，系一条蜘蛛般红线压腰，着一双土黄皮油绑甲靴，脑后一对哀兽金环，忽像一枚香罗手帕，腰间斜插名人扇，鬓畔长簪四季花，更是一身雪练也似白肉，更是少有的一身好花袖。为了突出她的容貌之甚，施耐庵甚至还运用了词对其进行专门描述，那就是唇若涂朱，睛如点漆，面似堆琼，有出人鹦鹉。 凌云志气，资秉聪明，仪表天然磊落。梁山上端的驰名，一州古调唱出绕梁声，果然是意愿专精，风月丛中第一名。听古板轩云，声声嘹亮，唱叙幽情。棍棒参差，宣泉飞脚，四百军州到处惊。人都献英雄领袖，浪子燕青。出场描述如此之多。 这在《水浒传》中极为少见，也足以看出施耐庵对燕青这个角色的喜爱和重视之情。因此，书中的燕青，不管是外在仪表还是内在精神，都堪称是完美无瑕的存在。燕青在梁山能排第三十六位，这就好比搭上了三十六天罡的末趟车。好多人觉着啊，他可能是沾了卢俊义的光。为啥这么说呢？他主人卢俊义上梁山之后，有一阵都差点当上寨主呢。就算后来定了宋江做寨主。 卢俊义那也是二把手啊，燕青是卢俊义的亲信，这样一来能得个好排名也就不奇怪了。读过原著的人都晓得，燕青能在天罡里有个排名，那是真真切切实至名归的事儿。甚至啊，这第三十六位的排名对他来说都有点低了呢。讲武艺的话，燕青拿捏李逵那是轻松加愉快。您可晓得，李逵那可是排在第二十二位的厉害角色呢，撒起风来没几个人敢凑到他跟前儿。可到了燕青这儿，他呀、啊。 半点威风都耍不起来，燕青那摔跤的绝活一亮出来，李逵就只能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喽。这哥们不单单有实力，还特别讲义气，他对主人卢俊义那可是忠心耿耿。卢俊义有一阵听信管家李固的坏话，把燕青给赶走了。可他呢，对这主人一直不离不弃。劫法场的时候，他都有舍了命去救主人的心思。征方腊完事儿之后啊，燕青可没一声不吭就走，他呀。 一个劲儿的劝卢俊义跟他一块儿退隐江湖去，但没办法啊，他没什么分量，卢俊义又特别固执，结果这俩人就只能各走各的路喽。燕青这人啊，武功挺不错的，人也特别中意。另外呢，他还有个标签，就是魅力十足，就连名满天下的李师师见了他也是眼睛放光。说起李师师，那可是个有意思的故事。当年宋江去见他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怯场，手足无措的样子，简直像个毛头小子。 可燕青一出场，立马就吸引了李诗诗的目光。这位名妓不仅主动要看燕青的纹身，还和他结拜成了兄妹。你说这里头能没点猫腻吗？燕青这人啊，不光是在风月场所里头吃得开，在梁山上他也是个人物。虽说排名只有第三十六位，但那可是三十六天罡里的压轴选手。他那一手泼刀和弓箭使得叫一个出神入化，连排名第二十二的李逵都能轻松制服，可见这厮的实力绝对不是盖的。 不过，燕青在梁山上的日子也不是一帆风顺。他和卢俊义虽然关系铁，但在山寨里的势力却不怎么样。两人只能抱团取暖，相互扶持。这也就难怪燕青总是想方设法给卢俊义挣面子。有一回，为了给卢俊义争口气，燕青还和泰山人员比试相扑，那场面可真是精彩纷呈。两个大汉你来我往，斗的是难解难分。最后，燕青凭借一身绝技，终于赢得了胜利。这一战。 不仅让卢俊义在梁山上扬眉吐气，也让燕青的名声更上一层楼。燕青对卢俊义那可真是忠心耿耿。当年卢俊义被陷害入狱，眼看就要命丧黄泉，是燕青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劫法场的行动。这一出可谓是惊心动魄。燕青凭借一身武艺，在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，成功救出了卢俊义。这份情谊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可话说回来，燕青这人也有自己的小算盘。 他虽然对卢俊义忠心，可对梁山的生活却不怎么认同。早在征讨方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了。趁着大伙忙着打仗，他可没闲着，搜刮了不少金银珠宝。这些财宝后来可都成了他全身而退的本钱。燕青的聪明还体现在他对朝廷招安这事的态度上。当其他好汉都在为朝廷封赏欢天喜地的时候，他却一直心存疑虑。也许是他看透了朝廷的虚伪。 也许是他对这种生活方式不满意。总之，在他心里早就埋下了退隐江湖的种子。最后的结局，燕青可谓是全身而退。他劝卢俊义一起隐退，可惜卢俊义没听。于是，在征讨方腊之后，燕青背着一担金银珠宝，悄悄溜了。他留下一首诗告别，表示自己不稀罕什么富贵。就这样，燕青带着李师师远离了纷争，过上了神仙般的隐居生活。燕青能全身而退，绝不是运气使然。 这人就是有危机意识，总想着怎么保全自己。他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不认同，对朝廷招安这事儿也一直心存疑虑。可以说，他从一开始就在为自己的退路做准备。这份未雨绸缪的智慧，着实令人佩服。燕青这人啊，各个方面都特别完美。 最后还落了个最好的结局呢。要是你不把《水浒传》当成群像戏去看，光瞅燕青那些桥段，你没准都觉着这兄弟是主角呢。他呀，颜值高，武功也不赖，人还特别中意。末了的结局跟武侠小说里的主角没两样呢。可要是你是通过电视剧去了解《水浒传》的，那大概率根本就不清楚燕青的结局。在电视剧里呢，他跟李师师一块儿退隐江湖去了。他俩虽说已经结拜成兄妹了，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。 一男一女在一块儿过日子，时间长了，保不准就有感情了。再往后啊，他俩十有八九就得成婚生孩子。原著里的燕青啊，那可是一个人逍遥自在的隐退喽。与其讲他没了李师师，还不如说他得了更多机会呢。毕竟他隐退的时候可不是啥都没有啊，书里这么写的，燕青咕咚就拜了八拜。当天夜里，他拾掇好了一担金珠宝贝，挑着就走了，也不知道奔哪儿去了。第二天早上。 有个当兵的捡到一张字纸，就来给宋先锋报告。宋江看那张字纸上头写着：“小弟燕青给先锋主将您磕头拜上。自从承蒙您收留，我一直感恩戴德，想拼命立功，可也报答不完您的大恩。现在我觉着自己命不好，身份低微，不配被国家重用，就想回山里当老百姓。本来想当面告辞，又怕主将您太义气，不放我走，就夜里偷偷跑了。现在留四句口号当告辞的话，还请主帅您别怪罪。” 我愿意把官告交回去，不想求富贵，也不想求荣耀，身上有君王的赦令，就吃着粗茶淡饭过一辈子得了。他呀是挺潇洒的，可他说自己不图富贵，这就有点假了。你看啊，书里都写着呢，他挑着一担金银珠宝，就这这辈子最起码不用愁吃愁穿了。可他这浪子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吗？不对，燕青他还有另一面呢。 你寻思过没？为啥宋江去见李师师的时候，那女的爱答不理的，可对燕青就特别热情主动呢？是因为宋江又黑又矮，酒品还差嘛？这确实是一个原因。不过更多的还是燕青好啊！想当初燕青要出去办事，临出发前，卢俊义对他老婆说道：“我这就走了，你好好在家守着。多的话呢，三个月我就回来；少的话，四五十天也就回来了。”他老婆贾氏就说：“你在路上可得小心点啊！” 时常写封信回来，好让家里知道你的情况。说完这话，燕青过来给卢俊义行礼，卢俊义又对燕青吩咐：“小乙啊，你在家的时候，不管啥事都得上点心，可别出去到处闲逛鬼混。”燕青赶忙回答：“主人啊，您放心，我可不敢抽空去闲玩。您都这么郑重的出门了，我哪敢有一点懈怠呢？”啥是三瓦两舍打哄呢？其实说的就是那些风月之地。卢俊义是燕青的主人。 他当然清楚燕青是啥样的人，燕青能把李师师的心给拿住，还不是因为他总去那些地方，是那里的常客呢？也不知道他和多少女子有过一腿，只晓得他这浪子的名号，那可真是实打实的。老有人说梁山好汉咋好咋好的，其实呀、啊，多半是没真读懂《水浒传》。就说燕青吧，这人设看着挺完美的，可实际上也有不咋地的地儿。施耐庵呢，就是借着这群绿林好汉的事儿。 把那个乱哄哄的时代的故事给读者摆出来看看，梁山好汉啊，根本就不是啥好人，就是一伙狠角色罢了。